说呢？对，大概有想法，大概是两个月前。有碰到什么困难的地方？困难就是要召集这么多好朋友，然后大家有要抽空，然后一起到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这是最困难的，所以很谢谢大家。我们都这么牺牲自己的时间，所以你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把乌鱼取回来，一定要追到手，不是追到手，一定要求婚成功，加油！能够那天你求婚能够成功，对，这是最大目的。祝福他的，对，希望他能够答应。如果他不答应，我们可能就没办法，我们就走了。这么多好朋友来，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那等下那个手稿你是背的还是这样？背的，背的，对，一定要用背的了。那个更精彩，应该 OK。我自己心里捋了好几次。对，不要记得要讲出来，大声讲出来，不要空白。也有时候常常会有新人就是没有背起来，就是会忘记。如果我等一下空白的话，可能是我在哽咽的时候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的筹划已经在开始准备了，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对你的约定。曾经你跟我说过我会不会向你求婚，你还说如果我要求婚的话，一定要让很多人知道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但我一定会是对你最用心的那一个人。那今天的安排，希望你有看到我的用心。很感谢上帝在让我在人海茫茫当中遇见你，走进你的世界。然后在这四年多以来，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那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也会一样，一直彼此的分享。那今天在这么多好朋友的那个见证之下，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就是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会让你多幸福、多美满，但每一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一定都会说一声"老婆，我爱你"。
每一次吵架的时候，我都会先说对不起。每次走上路上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牵着你的手。那最后有句话想对你说，吴雨欣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事